你点睇女多男少呢个现象？哇！其实 我自己觉得咧，如果我就咁睇我哋男仔，我觉得好开心嘅，因为我哋虽然男仔唔多啦，但系我哋真系六个男仔每一个唱歌嘅风格都好唔同。咁我覺得可以帶俾真係自己又開心之餘，帶俾觀眾又覺得可以有多唔完同元化嘅啦。咁同埋多女仔，我自己本人私人都覺得開心嘅。係啊，係因為可以聽到多啲異性嘅，我中意聽女仔唱歌嘅，因為。咁你特別中意聽邊個唱歌？我最中意聽 Janice。哇！啊 ，sorry。唔係 Janice，sorry，Janice 係第二名，係趙宗義。大家如果之後睇比賽，可以留意下趙宗義，唱歌好好聽。趙宗義係好有嗰種中低音女仔嗰種力度嗰種味道，係好特別嘅。係啊，你哋最中意邊個？你講嗰個係我其中一個咯，我自己最中意會係 Jasmine， 因為佢唱開 classic 啊、choir 啊，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嗰方面嘅歌，即係我自己都會聽我個偶像張學友啦，咁我自己亦都好中意 Andrea Bocelli， 即係意大利啊嗰、那個意大利個 tenor， 咁就 Pavarotti 嗰啲歌我都會聽，咁我自己都中意 classic 嘅歌，咁所以聽到Jasmine 唱嗰啲 choir 嘅聲、choir 嘅唱腔，咁其實都。哇，係有共鳴嘅。我自己最中意聽係聽 Pamela 唱歌嘅。哇！因為佢我之前喺 YouTube 有聽過佢唱歌啦。咁喺呢度可以同佢做即係 solo 戰友啦。咁係一件都幾神奇嘅事啦。咁同埋係咯，佢同埋佢都好好人啊。即係我可能我之前唱歌有啲位係可以改善嘅，咁佢都會俾意見我，咁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好。天生我便有種獨有的美，對岸的基因傳起。